对于台钢来讲，大前提就是不能再掉分，获得了三次四坏球保送，这一球扛到了左外野，有可能要上去啦。张玉成今天获得了三次四坏球保送之后，这一次有好球打了，本季第七号全垒打终于出现了。哇，这时候张玉成哦，其实终于是盼到了好球。对，差不多是他今天这个打席，应该说今天全部的打席，你们差不多是有这一颗球最适合来做拉打。是，变速球有点投在本垒板中间的位置啊，那对打者来讲，差不多就是这个失速的直球。而且也可以看到他是把击球仰角带得非常高哦。飞行的距离确实也带得蛮远，没错，